敲东门。8月30号星期一，欢迎来到988聚焦东盟。你好，我是 Cindy 新蕊，首先带你看今天的头条看点。邻国新加坡早前接二连三发生种族事件，也掀起了有关当地是不是存在结构性种族主义或者是华人特权的讨论。那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昨天在发表国庆群众大会演说时就提到了这件事，他说对各族呢都是一视同仁，这个是新加坡最基本的建国的政策，这个方针也获得了新加坡华社的支持。而当时的华族为了顾全大局也是做出了让步，接受英语作为共同语言，因此李显龙就强调所谓的华人特权在新加坡是毫无根据的。无论如何，新加坡政府呢就会制定新的维持种族和谐法令，把政府应对种族课题的权力集中在一处。李显龙表示，当地目前呢是通过不同的法律来处理严重的种族相关违例行为，这些法律呢是分散在不同的条文里，例如刑事法典啊或是煽动法令，而且大多数呢是针对犯罪行为和惩戒的这个措施，而不是规劝或者是改造。因此新的维持种族和谐法令一旦通过，就会把政府处理种族课题的权力加以整合，也会纳入一些比较柔性的措施，例如勒令那些冒犯其他种族的人士停止冒犯的行为，进一步了解其他的族群并且修复关系。那李显龙就认为这种比较柔性的做法呢是为了要疗愈伤口，而不是留下怨恨。那另外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马来语演讲时，李显龙也是谈到了当地马来社群在过去10年取得的进展，教育水平和收入都提高，不过呢居住在租赁祖屋的马来家庭比率也是提高，这个呢是一个让人担心的趋势。因此他说政府呢是需要帮助更多住在租赁祖屋的家庭去了解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住房解决方案，就鼓励他们稳定自己的收入，迈向拥有自己的房屋，跟社会共同的进步。另外李显龙也提到冠病疫苗接种计划，他说呢现在新加坡每10个人当中已经有8个人完成了疫苗接种，接下来他们就会谨慎小心一步一步的摸索前进，不会像一些国家那样大解放。那随着冠病疫情受控，李显龙表示新加坡接下来就需要换档了，要维持经济长期增长，而要做到这个呢就是需要保持新加坡作为商业中心的地位，吸引更多国外的投资，也要进一步培养本地的企业跟企业家，这样才可以持续的创造新的增长，也为新加坡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接着我们来看泰国的情况，当地的深红色疫区封锁超过1个月之后呢，餐饮和零售业者是终于等到了营业解令，就是放宽的这一刻。只不过呢，解封的这个附带条件让很多业者都感到很失望，也批评这些要求根本就不切实际。那根据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的规定，从9月1号开始将会松绑深红疫区29个府内的餐厅跟零售场所多项的限制，其中就包括餐厅呢开放堂食，但是要求所有的服务人员必须完整接种2剂冠病疫苗，而且每5到7天就要接受一次的抗原快筛检测。同时客人进店用餐的之前呢也是必须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还有呢接受快筛以及出示7天内病毒筛检阴性的证明。那业者就认为这个新的指令呢恐怕没有像想象那样啊对餐饮业有太大的帮助，所以呢比较好的方式是继续的关闭，直到有更加实际的政策出炉再说。那除了餐饮业跟商场初步解禁以外，泰国当局也允许理发、美容、泰式按摩场所恢复营业，但是呢同样也是要求店员必须要接受满2针的疫苗以及接受筛检。好了，今天的头条看点就带你看到这里，我是Cindy新蕊。在很久很久以前，988火力购之城有2大工商带路，接着我们一起进入工商带路。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它同样也是严重扰乱了全球经济及商业领域的秩序。而亚洲特别是东盟国疫情的升温，令半导体工业呢更是困扰。如今芯片短缺现象加剧，也打击了汽车业，被迫产量减少的。根据日经新闻的报道，日本大发工业 Daihatsu 日前发消息指出，8到9月日本国内的4家工厂最高将会减产25%，其中像是丰田汽车 Toyota 下个月的全球产量更是会减少40%，而这主要就是因为东盟内的冠病疫情蔓延，设在这里的日本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纷纷被迫减产，因为半导体和车载电线工厂的开工受到了限制，没有办法向大型汽车企业供应零部件，而这也显示出了亚洲枢纽生产基地的停滞是已经带来了广泛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日本汽车行业来说，东盟就是生产基地的聚集地，像是菲律宾、泰国、越南还有我国马来西亚都有相关的工厂。根据日本汽车零部件工业会的统计，在日本各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海外生产基地中，东盟就占了30%，是数量最多的。不仅如此，日本制造商还向美国和中国等地方供应他们利用东盟廉价劳动力所生产的零部件。不过呢，因为这场疫情的扩大，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不仅如此，我国马来西亚的病例居高不下，也可能会加剧半导体跟其他零部件的短缺。那从历史上来看呢，虽然说大马对科技供应链的重要程度是没有像韩国或是日本这么大，但是近年来呢，是已经崛起成为芯片测试和封装的一个重要中心。不少国际半导体供应商还有科技公司都在我国设立工厂，但是由于疫情升温，让这些工厂解除封锁跟恢复满负荷生产的计划被打乱了。而我国半导体分析师 Samuel Tan 就认为，这可能会对那些拥有上千名员工的工厂生产是会构成破坏。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日本央行审议委员中村丰明就认为，半导体芯片短缺可能在今年底之前都没有办法解决，而这也将成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导因之一。在疫情期间，相信很多人都习惯了网购，这也让很多电商平台的业务呈现跨越性的增长。而当时呢，泰国当局就发现当地有一些电商涉嫌商业垄断。泰国国家商业竞争委员会 OTCC 日前就宣布，在当地运营的零售商店、食品外卖和物流服务线上平台出现了多项涉嫌违反国家商业竞争条例的商业运营行为。那当局目前呢，是还在调查是否构成商业垄断，假如罪成，这些商家呢可能面临罚款和刑事拘押。 OTCC 的秘书长宋萨就表示，这些业者所犯下的行为呢，包括了对商业合作伙伴采取不公正的对待和操作，并使用不公正的定价计算方程式，造成市场竞争的不公正性质。另外，某一些食品配送平台也向商家客户计收不合理的费用或是毛利分摊，或是不合理收取广告促销费用作为商家变相广告的后台操作费用，也可能构成商业垄断的行为。还有一些物流配送服务平台对加盟客户制定了不合理的条件，导致商户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当的限制。例如在签约合作之后呢，突然间又调高收费标准，却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另外，泰国当局也正在编制电商平台运营指导手册，以保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规范电商平台的运营行为，促进公平竞争。好啦，今天就跟你跟进到这里，我是 Cynthia 新蕊，我们明天再见。